欢迎大家收睇呢一场波啊！今晚嘅天气一个字 perfect 啊，万里无云。喺球场嘅照明系统底下咧，见到成个球场啦，哇，好靓喎！温度咧都宜人啊，睇嚟呢一个好天气对今场嘅入场人数有帮助。呢个球场嘅气氛咧，令人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啊！比赛正式开始。沙拿喺右路落緊嚟啦，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截得好，拉莫斯踢翻個波出嚟，個波而家喺美斯度，波索命。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守得好啊，完全閂曬道閘，呢下出矛招俾人捉到啦。攻得好啊，仲幾準添。貝拿杜斯華攞到波啦，斯朗拿度。古天奴，朗拿度整咗一个唔错嘅传送，古天奴攞得有啲困难喎。系而家可以反击啦，向右翼传出，高波传出，顶埋去，好波！嗱，反击咪就应该咁啦，越简单越好，找下压，搞掂。啊！呢場波啊變得有趣啦！耶！有啲球迷都未坐定，已經入咗波啦喎！呢場波開得幾好啊！截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員真係好夠警覺性啊！唉，拖得太慢啦，好似阿媽話齋，攤凍曬先食，冇益啊！博迪力。贝拿杜斯华俾真力睇得好通透，截走啲球波啦。爷爷斯朗拿度啊，攞到波咯，个波飞咗出嚟，边度会追到先？呢下睇嚟似犯规，系啦，冇错啦，球证吹鸡啦。呢个直线靓啊，古天奴俾人吹越位啊。贝拿杜斯华整脚直线，美斯被对手侵犯，上次就净系收到口头警告，而家知结果系点啦？我谂佢而家咧都会少少心心噶啦，因为仲有段时间要踢嘅。起脚，哇，救得好啊！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贝拿杜斯华逼到龙门，真系要使出真功夫啊！表現好好啊！雲迪即刻都要讚下呢個撲救啦！起跳啦！個波踢翻去安全地帶先。想要個波，個波又嚟唔到。沙拿。試下呃埋去啦，斯朗拿度攞到波啦，拉莫斯搶得好啊，應該要睇實呢個球員噶。嗱，禁區入邊咁多球員，好難喺咁嘅情況之下入到波嘅。迪基亞衝出嚟解圍，係界外球啦。美斯
傳波要準啲，快速進攻啊！俾真力，俾真力，冇咁容易輸嘅。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出界啊！古天奴，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咪射佢啦！波而家喺美斯度，韦拿杜姆好够警觉性啊！斯朗拿度，朗拿度为脚直线埋门，哎呀，功亏一篑啊！呢个直线俾落去咧，简直可以用四个字形容：完美无瑕。贝拿杜斯华。迪布尼，好，美斯攞到波啦！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反击啦！唐晶系半越位喎。奇云迪布尼直接长传，睇嚟就似有机会，不过就被人阻止咗。奇云迪布尼俾真力大脚解围，华拉提攞翻个波。好，我哋嚟到半场嘅休息时间，两队只系相差一球啫。其实领先嘅都未算稳阵啦，落后嘅都唔系冇得追噶。虽然形势咧同佢哋预期有啲出入嘅，不过咧都仲有时间俾佢追噶。如果入到翻个波咧，成场波就唔同晒。两队进入下半场，领队要讲嘅嘢咧，应该喺半场休息讲晒噶啦。而家轮到球员啊，睇下佢哋交唔交到功课啦。山啊，界外球，个波甩咗出嚟。呢个会是界外球，呢球波过唔到啦。迪布尼传到前场啦，接准啲球波解除佢嘅威胁啦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朗拿度走位接应，解
解圍做得不錯，冇乜效啊，好簡單就俾人瓦解咗。哈薩特係咪要起腳咧？咦，個波出嚟啦喎，再一個機會啊！呢球入啦，下半場好睇啊！呢一球波啊，直頭易如反掌啦，喺正個龍門前面嚇入緊。係完全唔明咧，點解佢哋會走甩呢一個射得之人嘅？簡直係明知故犯。呢場波夠曬睇頭啦啩？對強隊咧，難免係要冒下險噶啦。呢場波應該好有睇頭啊！爺爺斯朗拿度啊，攞到波咯，試下呃埋去啦。沙拿、拉莫斯個意志力咧好勁啊，會咁容易輸啊？一個長傳啊，上前搶，呢次進攻咧俾人阻截咗啦。個波飛出嚟，比斯整腳直線，阿薩特雲迪即刻一腳解圍。基亞連尼好機會，你有冇入啊？我要慶祝啦！搞掂，個波入咗，都可以話入緊噶啦。李斯好明顯係個威脅嚟啦，但係對身後防咧由佢周圍走嘅，差唔多好似送咗入波俾佢，打破僵局啦！呢個球員天生就係曉入波嘅，就算成場狀態唔好，都照入。個波而家喺莫迪嘅腳下，貝拿杜斯華，貝拿杜斯華。球證吹雞犯咗規啊！古天奴、朗拿度越咗位啦！咁樣就終止咗個攻勢啦！一腳靚嘅傳波去到邊線附近，一下長傳。及時解圍啊！有冇隊友可以攔翻個波咧？角球機會啊！頂入佢啦！唔知佢有冇後悔咧嚇？雲迪即刻搶翻個波翻嚟啦！迪布尼、華拉提為腳直線，雲迪即刻踢走個波，又將個波踢翻埋去中路喎。波而家喺哈薩特度，嗱想入多一球波咧係好事嚟嘅，不過萬一如果唔小心俾人攞到個波反擊咧，就危險啦。沙拿，輕輕撩高個波。在这个时候压多些人上去都啱的，因为尝试想追平嘛，后卫都要冒险了。开界外球，
判斷得唔錯喎，接到個波啦，向前傳出。嗱，班後防冇咩壓力啦，所以可以壓前啲啦。不過一失咗波就有呢啲危險啦。起到腳啦！上前是有好處的，有時候運氣是可以自己創造的。現在兩隊相差兩球，艾力神斯朗拿度拿到球了，普巴個波而家喺奇雲迪布尼腳下，哇！後衞都上埋嚟助攻啊，踢得好，莫迪力，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咗。Sana 他自己都心知的了，這球球是麻地，這球球我想他平時練習入了很久了，不過練習和真正比賽差很遠。艾達韋列特的企位企得好啊，這個是最後一球，遇上逆境就應該是這樣的了，真是非常扣人心弦的一次反敗為勝，他們都是值得贏這一場球的。啱先呢一场波咧，你有冇咩意见咁啊？有乜嘢好得过赢波啊？就系落后之下反超前啊！